真是太过分了！哎呦，疼不疼？不疼，怎么能这么对你？还有没有人权了？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告诉你，爸。 这也就是我不在，但凡我要是在了，我们弄不死他。拿个锤子给我比比划划，你以为你是雷神啊？我这……嗯？ 刚才不是还义愤填膛的吗？下不去脚，好歹是个大活人。哼！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得谢谢你。自从这一路以来，多亏你照顾了。放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咱们俩这关系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你跟我还客气啥？咱们自己人。 谢了，你再说谢我不乐意了啊！你这你老跟我瞎客气。放，是这样哈、啊，我这一路上啊，产生了一些花销啊，我呢都做了明细，该开的发票也都开好了，不能开的地方呢我也打了白条了。这样，你找一个恰当的时机，你给我小报一下，啊，报一下。 不是你也知道，司藤小姐她这个规格比较高，她出门在外，方方面面的，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……哦，哎，这才是我认识的严福瑞嘛！哎，秦放，你看打那里边星星好多呀！神经病吧，两个大男人看星星饿不饿去？哎，年轻人思想太复杂，看星星有什么恶心？多浪漫，看星星，你看。 开星星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连成线。背对背，许个心愿。那个是北斗七星吧？对，边上的大熊星座。哦，你说外星人会不会来？外星人怎么可能会有外星人？秦放，当然会有。白银小姐叫你进去。我先去一趟。嗯。 星星雨。